时候觉得好累，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呜今天你只能吃蔬菜，吃吧。子杰，你老是跟我说你还咬不咬别人。凌霄，这什么呀？哎，你怎么不叫我起来给你做饭呢？我去给你炒个菜吧。妈，没关系，我喜欢吃方便面。哎，你好。啊，你们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给你带点水果。哎呦，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快进来吧。啊，那个啊，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好，快进来吧。陈婷啊，啊，你不舒服啊？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嗯，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我就是带千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的。那坐坐。这小凌霄怎么才吃饭呢？啊，他中午没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胸部不好，前部不好。哎呦，哎，你好，你好，喝茶行吗？行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别让孩子泡茶了，当心烫着。没事儿，什么都会。晴天啊，你这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就不爱出去。你性格太内向，小凌霄性格也内向。我看他呀，老爱一个人自己玩。我们几个呢，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打打麻将、聊聊天的，特别热闹。是是。我不会打麻将。
不会没事儿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吗？哎呦，谢谢谢谢。哎呀，哎呀，小凌霄真乖。走啊，凌霄，快去吃面吧。妈，我吃饱了，我想出去玩。啊，去吧。哎呀，这凌霄可真乖啊，真懂事儿。你们今天来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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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不吵架了？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正好呢碰到和平了，随便就问了他几句。嗯，哦，那他说我什么了？当然说你好呗。哎，是是，真的，你别不信呀。其实呢，我真的特别理解你。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3年生了2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哎呀把我累的，看到他就生气，觉得他不理解我，不少吵架。嗯，是。我们家和平也是，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在帮别人。那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工作再忙，也得要顾家里啊。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大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嗯，他赚钱养家，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嗯，好香啊，好好吃哟。嗯，我爸做饭好好吃，红烧肉、炸猪排、豆芽虾。还有最爱的糖醋排骨，嗯，好香啊，嗯，好好吃，嗯。干喝呀、啊，没菜。哎，我给你做个菜去啊。林香，你出去玩一会儿。哎，这大晚上的，你让孩子去哪儿啊？出去。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忙活一天了，别回来就找茬行吗？我找茬？你让方阿姨、秦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你找什么茬儿？他们怎么来了？哎，林香，他们说什么呀？再装，装，咱们家的事，你不跟他们说，别人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咱家的事儿啊！我向你发誓，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行了，咱不说这事儿啊，我换件衣服，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今天哪都得去，我告诉你。哎，陈婷，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同事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你在哪儿呢？陈婷，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不行。哎呀！陈婷，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行不行？我求你了，我累死了。行，谢谢。我放过你。
今天吃炸猪排，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噎着，啊，好吃吗？嗯。仁宵哥哥，这个我给你照好了。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去海上做仙女了，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谁告诉你的？我爸，我爸什么都知道。他骗你的。他们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人都会死的，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撕掉他的照片，把死的人忘掉。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来，看一下我爸爸的秘密。看，这是我妈妈。这里都是我妈妈。是不会忘记我妈妈的。我妈妈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香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为什么？你不想吗？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去看黑猫警长吧。吃我最爱的糖醋排骨，快走。
哟，别动，别动，别动！哎呦，这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慢点吃啊，别呛着。哎，你好。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贺梅。我啊，你别着急，你说。我想给你借点钱。啊？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这么严重啊？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行，你别急啊，我去接她。哎。小杰，林香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那我走了啊。来，子秋。这以后就是你的屋，啊，你就住这儿，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怎么样？哎，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那是厕所，这是客厅，啊。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儿，是哥哥，是不是得让着他呀？嗯。真乖。哎，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结婚？结什么婚？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家住。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少结婚的意思。你还知道聘礼呀？你妈妈收了聘礼，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哟，子秋，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爸，你啊，爸，哎，儿子，爸，走，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好吧？啊。走，儿子。葡萄是我的，哎呀，他不是爸，不能叫爸。子杰，你别欺负子秋啊，听见没有？你说狗的呀你！松开！哎呦！这李海潮啊，把他对象的儿子给接回来了，说，他对象得回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尖尖哪干啊？你看炸了窝了吧？哎，老大，你没吃饭不饿啊？他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陈婷，你到饭点了得给孩子做饭啊。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是不是？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秋。你得吃回去，吃回去，吃回去。你说都得天天练，知道吗？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哎呦，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你给我。哎，陈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你给不给？赶紧上学去了。你这你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打孩子我是神经病改变合同也死的是我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啊是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对高高在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我就得过这该死的生活，我就得过该死的生活。还有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核桃？能不能不提核桃？能不能？我说错了吗？都是他，是他害死的。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是他害死的。闭嘴！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而门又反锁了，这小凌霄出不去呀、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他家以前住北李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
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那小姑娘才三岁呀，多可惜呀！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婆媳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上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啊，孩子都领回家了，都改口叫爸了。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好看，好看，不错不错，颜色。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哎哎，海潮，要摆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那是，还不好意思了。哎，赶紧的。哦，我了，我了。海潮，我来接儿子。睡着了啊！你今天咋这么晚呢？哎，所里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没吃了吧？真没吃，我正好备了俩菜，来吧。哦，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客气什么呀？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拖双筷子的事。好吃啊！我们家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哎呀，街坊们也没有恶意啊。就是吃完饭瞎聊聊啊，哎，逗个贫什么的。我干的是片警，这我能不知道吗？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也就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这我明白。可我就真不明白了，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这每天这么闹啊闹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安慰她的话没少说呀。你家的事儿你也听说了？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嗨，那会儿慧颖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那你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嘎嘎嘎嘎嘎就拉你那心坎儿。哎呀，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
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当时陈婷怀孕都三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婷把工作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离的工也给撤了。哎，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过。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你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多美好啊！来来来，敬老官，也敬离开的人，敬离开的人。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儿，嗯，好吃，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嗯，那给你添麻烦。哎呦，你这真不是这么麻烦呢？我跟你说，这样也好，那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哎，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客气什么呀？来来来来，嗯，你还能点菜？那我说今儿我想吃面。啊，我来做面。哦，我明天吃排骨。哎，我跟你说，thank you.
今儿开学第一天，你别迟到了。你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我在迟到。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好嘞。哎，叫凌霄吃饭。哦，好。李芊芊，是你在里边吗？我在拉屎。赶紧的，我憋不住了。你别催我拉。多少次，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哎呀，知道知道了，下次不会。穷讲究。哎，啊，那你慢慢享受吧。哎，不带你们玩了。哼，还好提前准备。快点吃饭了，马上。哎，跟你们说啊，小江今年上高一，你们俩上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的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啊。嗯，放心吧，爸，我会看好他的。嗯，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李芊芊，林江是你麻子。越来越长，慢慢的
在这儿。